加上超强大嘅威力，简直就系遍地归之令全国都身跌低嘅五月情啊 ！Libert，我攞到呢一场成功咗啦！沙琪小姐，我好想搵到大声同你讲，我好爱你啊！算啦，反正会有新机种陆陆续续出现。 弱肉强食嘅摔角世界稳接台柱之位，今日面对自称系魔鬼三世嘅对手，竟然毫无还手之力。山口，我嘅偶像，绝对唔可以输俾呢个魔鬼三世啊！吓，嗱，灵音啊，你做乜识咗佢？罗罗子依依一行开，你就冇网管啦。但中一日半日啫嘛，唔好讲啦，快啲着翻部电视啊！冇得倾，食完意粉先讲啊。咁快啲着翻部电视啊！吓，山下目前九死一生啊！吓，终于使出绝招啦！ 7, 8, 9, 10 比赛结束，赛果出人意表啊！今日嘅胜利者系山口。我真系接受唔到咯，咪咁计较啦，横掂赢嗰个都系山口。打摔角净系睇输赢嘅话，根本一啲意义都冇啊！ 我真系好想睇佢使出Lightning Slash 呢招啊！果然系山口嘅忠实 fans， 魔鬼三世无啦啦自己跌咗出场喎！唔该，姐姐。你哋几个咁样企喺条走廊度，我冇办法可以过到去。唔好意思。边个嚟噶？系我哋班嘅班长啊！系班长，佢一向低调，所以冇咩人留意到佢嘅。 虽然平时成日都黑起块面啊，不过笑嗰阵咧几可爱噶。寻日场比赛真系一啲都唔精彩，有乜理由嗰个魔鬼咁都会踏咗出擂台嘅啫？哎哟，班长，喂，班长，嗯，咪系光头鹤噶？班长一个人走嚟呢度做乜嘢啊？冇嘢啊。 你唔系嬲啊嘛？我边度有嬲？摆明我嬲紧啦。嗯，有个纸袋，应该系佢留低噶。吓，个袋系佢噶？喂啊，点可以乱抄人哋啲嘢噶？咁如果唔睇下嘅话，又点知系咪班长留低？系咩嚟嘅咧？手巾仔？佢留咁。
点算好啊？你哋两个喺度做咩啊？乜事都冇，我哋绝对冇收埋啲嘢喺后面噶。攞出嚟啊！揾匀晒都唔见嘅。老师，我执到袋嘢，应该系班长留低噶。班长？咁叫咩名啊？咪系班长咯。我哋都唔知道佢叫咩名啊。坐喺嗰个位，戴眼镜嘅女仔嚟嘅。啊，我哋班嘅班长戴炳李香子同学啊，我而家先知你讲紧佢。冇错，果然系李香子嘅嘢啊。啊，你肯定系佢嘅？点解个 size 咁大嘅？点解啊？因为佢爸爸噶嘛。佢爸爸嘅？冇错，因为受咗伤，而家留紧院。李香子谂住放学之后拎俾佢爸爸，不过佢啱啱打电话嚟学校揾我，话可能留咗喺学校。哦。原来是这样，他爸爸尺寸更大，简直比得上摔角手啊。哎呀，乜你们不知道吗？嗯，李香子的爸爸是职业的摔角手，我记得他的绰号是魔鬼三世啊。哈，好了，走吧。我呢一直都是你爸爸的忠实 fans 嚟的。你明明是支持山烤的，有没有搞错啊？我以前没有提过咩？是啦。好，唔该你啊，俾个机会我哋见一见你爸爸。我想问他一些问题啊。我好想问他攞翻个签名啊。你哋两个个脑究竟谂紧乜嘢噶？知唔知自己而家喺咩地方啊？咩地方？啊！又系知错嘅，仲唔即刻向人哋道歉？我知点做噶啦，唔好成日学我妈妈讲嘢好唔好啊？好对唔住，咁嘅，我仲不断谂紧寻日场摔角比赛。系咧，你爸爸而家嘅情况点啊？医生有冇话伤势严唔严重啊？我都唔知啊。因为他已经逃走了。你说他在医院逃走了啊？会不会因为是你爸爸很怕打针所以匿埋了？不要再提他了，你个人硬是这么任性，不听人说的。特地拎回袋子来给我，麻烦你们，再见了。喂，你不想找他的？你不想找他的就等他帮你找他呢。算了，有他。哎呀，答得真是直接啊。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一路以来只要他稍微遇到什么挫折都会粒声不出走了去的。你不要跟我说有他，但是对着凌音就不断替他讲句。麻烦你静一点啊。不过不找他那一排他又会回来，可能今晚就会回来，又有可能会是三日后。打他电话都没人听啊。日月去找他回来啊。其实我一看你的样子就知道你现在很担心你爸爸的了。在哪里啊？看来这位女同学是个天然外来啊。子怡拘留我真的不放心啊，等我都帮你手了。点少得我啊？这么多位，好多谢你们啊。好了，既然是这样，我们即刻出发去找啊。知不知道你爸爸平时最喜欢在什么地方啊？吓？嗯。塞到喐都喐唔到，旧城区嘅特产就系大塞车。嗯。我就醒啦，遇到大塞车，你要做好准备啊！零食、漫画、仲有手机 game， 最紧要仲要一打可乐啊！极系呀，我乜嘢都冇准备，你叫我靠咩嚟消磨时间？好啦，拘留方式高歌，无论远他都听歌。哇哇哇哇哇哇！快啲揾人去清除呢种怪电波啊！而家运送紧重要物资，上级命令途中绝对唔可以接触平民。我就知啦，落呢个命令嘅人就系我啊嘛！
哇！你哋幾個？點解會走嚟呢一區啊？陳博士啊！拘留，係咪已經揾到李香子啦？李香子佢喺我部 Dolphin 度啊！塞成咁都唔知塞到幾時啊？可唔可以變形做 Gyrosetta 啊？梗係唔得啦！而家又唔係有敵人襲擊啊！呢條咁嘅車龍烏龜都跑得快過佢啊！有咩理由要我等啊？你邊個講咩都冇用啊！人與變形。Gyrosetta。超速变形，Gyrosetta，来吧！我哋第一，喂，哇哇，我喺度出现啊！我哋点做好啊，托马斯少爷？喺咁嘅环境之下，好难全力作战噶。由我去引开佢啊！系嘅，系个测试新机种嘅好机会，睇下边个可以克服塞车，赢唔赢都可以叫人能力啊！猛居啊！呢把声咪系托马斯嚟嘅？咪走啊！咁好咧，博士，梗系要帮手啦！你而家即刻紧急出动！咁就啱啦。超速变形，咗嘅敌人嘅车而家集结喺空地，时间掌握得好嘅话，应该可以同冲击一齐夹击佢哋嘅。我明白啦，揾到你啦！两面夹击，我得一个敌人咋？喂，托马斯，唔对，你都几可爱咩？睇嚟你好中意我部机啊！好啦，咁再俾第二种颜色你睇下，俾个见识下啦 ，Mars Hunter。吓，哇，好赚紧啊！咁多只积分就咁样嚟做乜嘢喎？完全都下降唔到嘅，反而仲觉得好可爱添啊！被敌人的外貌呃咗，只会换来痛苦。阿力索，啊！巨流，啊！啊！啊！面对咁猛烈嘅攻击，完全冇还手之力。头先仲咁大口气，趁呢个机会逃走啦！咪以为咁就可以走得甩啊？激气啊！青蛙嘅数量太多啦，冇错啊，都系撤退先啦。你哋有冇事啊？我仲顶得住，灵音你嗰边点啊？我哋呢一层可以揾嘅地方都已经揾过晒噶啦，都系冇收获啊！揾埋呢度，我唔知仲可以去边度揾啊！
班长啊！啊！输咗场比赛，大受打击，唔知佢而家会唔会？而家饮紧可乐嘅啫，谂埋啲咁负面嘅嘢都冇帮助噶嘛。阿聪讲得好啱啊，唔会有事噶，你唔使咁担心。啊！啊！啊！呢个人系魔鬼三世啊！好型啊！原来你爸爸由人吸收直头达到专猛程度啊！我有经验，所以好明白佢嘅感受。佢一定系喺咁多电视观众面前，觉得输咗好肉酸，内心觉得好唔忿气，于是加紧苦练，务求下一次可以挽回面子啊！好型啊！君同学，凌音同学，钟纪同学，傻啦，咪叫得咁生保啦！真的好多谢你哋今日送我嚟呢一度啊！我会跟爸爸翻屋企噶啦。喂，拜拜，我听日喺学校见啦。系咁，我哋都翻去啦。哦。可以成功捉埋托马斯嘅话，咁就非常圆满啦。但系我哋唔可以将李香子无辜卷入呢场战斗度，咁嘅结果都算唔错噶啦。啱啱竟然临阵退缩，终于俾我喺呢度揾到你哋两个啦。我哋头先场战斗仲未分出胜负。好好玩，托马斯，你快啲行开啊！做咩叫我行开啊？托马斯少爷，对方可能系指你踩住嘅杂物。咩嚟噶？你个衰人，好过分啦！本来以为你都唔算系个超级大奸角嚟啊，但系呢一次我绝对唔会放过你。魔鬼三世今天突然出场，宣布要再挑战山坑啊！可不可以借借？你们两个这样站在一条走廊上，我没办法可以过到去啊。不好意思。管同学，我爸爸说你一定要看他今晚场比赛啊。我当然会看，就算妈妈和凌音怎样阻我，我都会在最佳位置看这场比赛的班长。仲有我个名唔系叫班长，你个名系叫做啊，等我谂下先啊，李香子啊，系啊，你咪叫李香子咯。好啦，我以后会叫你个名噶咧，班长。其实呢招是魔鬼三世原创的，只不过今天才使出来的嘛。又会的，这招明明就是我想出来先的嘛，明明就是我的原创的。加油啊，魔鬼！哎呀，
我究竟系抱紧边边噶？Kina, kina.